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春啊。刚一进来呢，我就赶上了这个变英雄啊。刚刚我一进来呢，就不知道怎么就抓了一个人啊，然后就结果就可以变英雄了啊，这是极好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先不要变，看看什么情况啊。这一期呢，我们即将要用的是这个，哎，有人追上来了，这个斯特林火焰啊，那赶紧变吧，别出事了啊。这个斯特林火焰这把枪，自从上次评测出了以后呢。我就没再拿它这个来用过这个啊，拍过视频，所以说这一期呢，我们来一块儿来再玩耍一耍这个斯特林火焰啊，作为一把可以砸人的冲锋枪，我是非常看好它啊，我觉得挺溜啊，挺溜。来救我自己了吗？来救我自己了吗？你别跑，妹子，哎，妹子别跑，快到碗里来。啊、又来一个啊，好，哎，好，这一个呢就算是预告片，那我们正式开始啊。这一次的地图是甜心乐园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图啊，感觉比较萌萌哒。然后这边这个斯特林呢，以前评测也是说过了啊，非常的溜啊，非常的溜，这个砸人啊，真的是，因为凡是可以右键进行近战攻击的，他们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出其不意，是不是？打着打着忽然就来敲了一下，是吧？这谁知道啊，是不是？这太突然了啊，幸福来的太突然了。如果你拿刀的话呢，对方能看出你的这个想法来，但是如果你，我去，哎，你妹啊，这两个从半路杀过来，我都没看到，哎，后面什么东西挡住了，哦哟，我记得这个墙不是这个位置啊，哎，我竟然被墙给挡住了，这有点尴尬。那我们这个去找他们啊，去找他们。最近玩这个普通的变异比较多，但是这一次玩的是这个终极变异啊。但我其实发现这个终极变异啊，这个普通变异啊，还是更好玩一些的啊，因为普通变异里面的这个僵尸没有这么多 buff 啊，没有这么多加成啊，不会有这个盾什么的，所以说刀起来比较好刀。你要玩这个终极变异的话啊，这个小僵尸加个那种护盾，然后你就治不了他了啊，就治不了他了。哎，这边这么多人应该是能搞得过是吧？好，我们去四处走一走啊，四处走一走。喂，哎，你是挂机的吗？啊，你别动啊！哎，站好别动！哎，谢谢配合啊，果然是好同志啊！哎，好啊，刀两个啊，刀两个，赶紧跑！哎，因为他们的大哥来了啊，他们的大哥来了。我跟你讲，大哥来了，我也照样搞啊！不管你是大哥还是小弟啊，你只要来了，我绝对让你吃不了。倒着走，你妹！哎，开盾啊！开盾开的我就有点慌，是不是？你这开盾不是好同志，我跟你讲啊！好，你还追？哎，不可取啊！哎，不可取，我感觉我打到他了啊！这方人有点多啊，先撤一步。追着我打，追着我打！哎，我去，吓我一跳啊！有点懵逼了啊，我以为要被刀了呢。好，我们继续搞那个母体啊，刚刚那个母体啊，差一点让我给刀了啊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网络延迟吗？我感觉敲到他了，但是他先把我抓了，可能他家网速比较好一点，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他在这里啊，他在这里。然而他已经不闪红了，可能是因为他那个死过一次了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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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我、吓死我了啊！别作死啊，别作死！好啊，我们到这上面来躲一躲，听点 music 啊，带劲一下，哎，找找感觉。啊，这是我剧作里边的这个背景音乐啊，你们应该都听过吧？就是那个剧作啊，就刀僵尸那剧作里面的那一首背景音乐。很多人问我那一个背景音乐的都叫什么歌名啊，我就想说你们难道没看到最后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最后的时候我都列了一个清单啊，把这个所有的歌名都给你们列出来了啊。有人问这个 BGM 是什么，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看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啊。好，那么来到了第四回合啊，咱们先看一下。我们不要变，不要变！哎，这边这个队友变了啊！来，我们来制裁一下这个队友啊！虽然说你刚刚是我队友，现在毕竟不是了嘛！哎呀，吓我一跳啊！后面被人挡住了，我还以为啊又冒出个人来。哎，这边有一个，哦，这是刚才那个吗？哎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，小伙啊！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这次直接送你上西天啊！直接送你上西天！啊，咚咚当当，这首歌很带劲啊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。走。啊，我们溜达溜达啊，溜达溜达。这个母体在上面，哎，这个母体好像是上一局那个母体啊，它也是真够倒霉的。哎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绕一下。哎，你加速我就怕你不成。哎，不可取啊！我感觉又是敲到他了，但是他先把我抓了，这是为什么？有的时候感觉这个就是他抓我和我敲他是同一时间，但是我先变了啊，可能他这个优先级高一些。这边有母体，说明也是有人的啊！哎，好，被干掉了。这个房间人好少啊！
哎，这边有人啊，这么多人啊。好，我们开着这个盾直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剩下三个人都在这里面躲着了啊，都在这里面躲着了。那我们直接过去，直接过去啊，直接过去啊，他们还在这里啊，还在这里。哎，有个自己下来了啊，有个自己下来了。哎，你这就是自寻死路了，是不是？还自己下来就是自寻死路了。好，没看到我，没看到我。好啊，我们找个地方避避难啊。哟，看到我了，他一定会追上来的。I believe 啊 ，I believe。那你倒是赶紧过来啊！啊，我在这等你很久了。你不过来，我就要去找你喽啊！哎，可以，终极时刻了啊！终极时刻其实应该老八车的躲在这个什么啊？哎呀，还被母体盯上了，这就不好玩了，我跟你讲。哎。哇，这么多人哦，这么多人，我去，我吓尿了，吓得我虎躯一震啊！哎，我被挤住了，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群殴吗？哎，太不像话了啊！你们几个人打我一个，换首歌听。好啊，放首 Maroon 5的啊，放首 Maroon 5的歌。这个房间只有十个人啊，这个只有十个人。其实十个人也好啊，省得满大街都是僵尸啊，走着遇见一个，走着遇见一个。好啊，这一回合咱们躲在哪里呢？我们先到这上面来躲一躲吧。啊，先到这上面来躲一躲。可以。一个箱子，我们要不要捡呢？还是不要捡好了？因为听说捡了以后容易变啊。哎，好，看没有？哎，不捡就不会变啦。啊，我们去找母体去啊！呀，发现一个，呀，你老来了啊！你老来了，你老最近好吗？啊，问候一下。他冲我们来了啊！我们可以到他头顶。哎，这是个哦，还以为自己人呢啊！这个魅影长得有点像自己人，或者说他还是主宰啊？那我刀个主宰，那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哎嘿嘿，刀个主宰那是非常开心的事情。好啊，我们把这个主宰给刀了。好了，那这个继续啊，继续我们的游击之旅啊，游击。你要知道这个游击啊，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东西。你看这个游击对这个对人的这个要求能力很高啊。嘘，他没看到我，哎，他还没看到我，嘿嘿，来，又来一个。哎，我靠！这个母体，我以为他没冲我来啊，当时我就懵逼了啊。他躲这里好像能抓到他吧？嗯，抓不到啊。还是因为母体他自带那个瞄准的那个什么嘛啊，所以说还是让我来，放着我来。哎，让这肉让别人抢了啊，谁来打我？好，这个小比伯，好，我还有12滴血，我去，我把自己摔死得了啊！来，我们把自己摔死啊！啊，哎。怎么不掉血啊？啊，我想摔死自己都不行。好，我看到你了啊，就是你啊，刚刚打死我那个。我跟你讲，我别以为没看到你从这边过来了啊。哎，他人呢？啊，他人呢？我看到他从这边过来了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。他上哪了？嗯，这边有人，这边好像有人啊。果然有人啊。他的这个地方比较尴尬啊。那我们要过去的话，哎，他好机智啊。好，啊，三个英雄还是能接受的。来，我们跟着这边的这个大哥走啊。好，这是个一星的啊。来，哎，你别挂机，哎，这全队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，你别挂机啊。哎，这个母体怎么跑了？我去，他俩是在开黑吗？哎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个人是不是在开黑啊？放着这个人不打，去找别人去了啊。好，来看队友啊。这边还有个挂机的队友。啊，那完了，那这一局就没戏了啊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在陪这个好基友在这里玩耍啊。哎，我要飞得更高，可是他就是飞不出去这个墙。这个房间人好少啊。好了，那这时间等到时间到了结束了啊。看还带什么枪啊。哎，就玩这个斯特林了啊，就玩这斯特林了啊。斯特林还是很好用的嘛，那子弹就是有点少，虽然有60发，但是打着打着总是这个打着打着就没有了，因为我总是
习惯把它想象成一个机关枪啊，但是这个子弹确实是比较少。变了啊，变了。变了的话不要紧。这边好像是有人的。啊，好吧。这边肯定是有人的。嗯，这里也没有。那这边肯定是有人的。因为母体都往这边走了嘛。哎哎，没有人你往这走什么呀，我天。这个母体在逗我啊。我记得母体不是有透视的吗，他知道这没人还往这走。这是坑爹啊。那他们已经在这里了啊，已经在这里了。哎，看没有，哎，我就说嘛，还有血清，我去。哎哎，乖乖站好不要动。啊，哦呦，去。有点吓人了，这就有点吓人了，有点过分了啊！你们几个人追着我一个人打是吧？哎，我不想敲你大哥，我想敲这个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我不是想把你敲死的，我是想敲那个的，但是没想到把你给敲死了，我感觉有点对不住他。哎，好身法嘛，好身法，好个毛线啊！你来呀，哎，你来呀，哎，他不来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安全了，安全，哎，安全个毛呀！我去。母起来了啊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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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哎，看能不能跑过他啊，哎，看能不能跑过他，那我去啊，这就没有办法了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好，咱们的战绩来到了555啊，就跟我现在的心情一样啊，我简直想大哭一场，这是直接被人堵嘎了啊，堵嘎了，直接堵小胡同。那么我们就来到了第七回合，这次还是到这边来堵啊，箱子不要捡啊，你看没有，不捡的话就不会变了，捡了的话也不一定会变啊。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啊，看来是没有的，没有的我们下去走一走吧，走一走。他在这挂机吗？好像不是啊，好像不是。哎，这怎么哪里冒出来，这哪冒出来的，奇怪了，感觉在这个没有开盾的情况下打他竟然还是跑得那么矫健啊，这让我没有想到。嗯，那我们就来找这家伙玩一玩啊，找这家伙玩一玩。好啊，这个地方挺热闹呀，这样挺热闹呀，你跟过来呀，啊，好，跟过来两只啊，跟过来两只，哎，队友快跑，队友，那我救不了你了，这我就救不了你了，是吧？哎，让你跑你不跑，炸一下，嘣！啊，你来追我呀，啊，你来追我呀，我在这儿呢，啊，我在这儿呢，哎，你来追我呀，哎，我等着你呢啊，哎，他害怕了，看没有，害怕了。知道害怕就好。哇，他还朝我吐了口痰呢，去。啊，中毒了啊，中毒了。哎，有点慌啊，我感觉哪里都是人。哎，果然啊，果然哪里都是人啊。好，敲死一个啊，爽。哎，爽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哎，过来让我敲一敲啊，让我敲一敲。嗯，不要害羞嘛。我可是斯特林，哎，这个右键怎么不能用了，我去你妹啊，哎呀，原来被这个东西吐了以后右键也是不能用的啊，哦，这就蛋疼了。好了啊，新技能 get， 我不知道哎，我还以为这个被吐了以后右键还能用啊，刚刚的话被吐了应该赶紧换刀，一个轻击就能解决，因为它闪红了嘛，这就很蛋疼，很可惜。好，那么我们啊，英雄在哪里啊，都在这儿啊，这还一个啊，我们先来搞这个啊，先来搞这个。哇，那么卡呀！喂，哎，这还不变呢啊？好吧，自己人啊，自己人。可以，两下、三下、四。来来来，看队友，看哎，看这个母体收人头了啊，都是残血。好，回。回，能不能给点力啊？啊，能不能给力点啊？啊，这两个人追着一个砍啊，回，哎，漂亮啊！但是虽然还是输了啊。那我们这一局往哪躲呢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地图的这个小房子这个地方我比较喜欢，啊，我比较喜欢躲在这个小房子里面。这个地方有这个弹跳装置嘛？啊，可以在这个地方玩一玩，可以在这方玩一玩。啊，人这么多，那我就要出事了。哎，果然要出事了啊！我就知道人多准没出事啊，快跑啊！
哎，这个全变了，就我自己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啊，非常的幸运。啊，一群人追着我打，去，太狠了吧！哎，你追不上我，那脚底还扔个手机是吧？哎，你这能追上我吗？他紧追不放，我去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母体啊，你一会儿别让我逮到你啊！快跑呀、啊，队友，你过来凑啥热闹呀？哎，看没有，母体看了那个队友就过去这个追我的队友去了啊！看没有，我是专业卖队友啊，我不是故意要卖队友的。他这个队友，哎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去，这一个加速的吓我一跳，这就要死了！我跟你讲，我这次要用刀来解决你。哎，好菜啊，没砍到他，轻刀还不行吗？真是的。好啊，我的血清被挠掉了啊！哇，这么多人，大哥别追，哎。这个钱我会还的啊！哎，别打脸！啊，这到这里来躲一会儿吧啊！喂，瞬间有满满的安全感了，看没有？哎，哼，这两个人就跟这个门神一样，站这里一动不动啊！看我来了，不知道打个招呼吗？好了啊，哎，在这里有安全感是吧？有安全感，很稳，哎，很稳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没子弹了啊！来了这么多。哎，没子弹了！我去，哎，这个有点吓人，感觉他能够到我，哎，应该不能够到吧？站这儿吧！哎，来，赶紧过来卖队友！哎，卖了两个队友啊，我不是故意要卖队友的，但是这个啊，没办法，生活所迫啊。哎，这一个呆萌的想要是低头望明月啊，举头望明月，然后让我直接送他去老家了啊，这么想念故乡，我送你回故乡啊，好啊。快跑啊！母鸡来了！他看我不变，他看我装逼看不下去了啊！哎，我就是要装逼，你来找我呀！我跟你讲，我就不变！哇，吓得我尿都滴出来几滴啊！赶紧跑！好，我还以为是个队友呢。好了啊，基本安全了。来到这个地方以后，基本就安全了，因为只要有这种地形上的优势啊，我们就可以这个啊，就可以这个什么了啊，就可以这样耍一耍了。非常稳啊，非常稳。如果你这个榴弹英雄，如果你在平地上被群殴的话，那一点办法还没有啊，一点办法没有。但有地形的话就好说，有地形的话啊好说。好，你看他们都走了吧？最怕的就是被堵嘎了，一群人把你堵在中间，他挤住了。好了，这个队友六啊，直接给他们全秒掉了啊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来到第九回合，这次躲哪里呢？还是躲在小房子里吧。虽然说觉得这个小房子里还是会出事儿，但是我还是要看一看的啊。果然出事了啊！里面那个唯一的队友被变了。我总是那么神预言，我老是这么神预言，别人会说我是乌鸦嘴的。哎呦，大哥啊，大哥，来，我要跟你单挑。好啊，这个位置我很喜欢啊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四面八方都能看到啊，视野非常好。我就要出事了，先撤一波。他来了啊！接受正义的审判吧！你还追啊？接受正义的审判吧！这么多人啊！啊，后面的这个也是跟上来了，把我的后路给我断了。然后前面又来了两个，哎，这边有一个雷霆之怒啊，雷霆之怒，你来刀我呀！啊，好，他并不想刀我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疾风体。好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我又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没想到吧？哎，没够到啊！去，这就尴尬了。算了，这个地形啊，很不利于咱们的啊，因为我在这里经常刀僵尸嘛，所以说我有数啊。他这个小心思，我也是知道的。哎，这个家伙掉下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算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一看两个人这个来势汹汹，就不像干好事的啊。这一个拿加特林的，他在搞我的队友，所以说我趁机一个漂亮的助攻啊，这叫助攻是不是啊？应该是他给我助的攻啊。哎，你妹！吓我一跳！哎，你回来！哎，天哪 ！My God！ 喂，哇 ，shit！ 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我去，炸了啊！炸了！我去，还追啊？把血型被挠掉了，主要是。去哪里啊？哎呀，赶紧选择一个地方！我去，紧追不舍。好啊。行了啊，我们等这个终极时刻吧啊，等这个终极时刻吧，没血了啊，不是没血清了啊。好，赶紧变啊，
可别再出事了啊，非常的有安全感，有队友这心里啊很踏实，暖暖的，就像啊吃了一包响，你就像我舍友吃了一包响啊，我舍友给我描述了一下，他说这种感觉就像吃了包响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我又没吃过，哎，我舍友说，哎，我吃过，我给你描述一下啊，所以说刚才这句话是我舍友这个发的真心的这个感受啊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就1000分了啊，哎，马上就1000分了啊，非常好，非常的耐思啊，一定要耐思，质量好不好那你得耐思，是不是？那一撕就烂了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好，我们来到第十回合了啊，我们来第十回合，那这一次呢还是躲在这种啊，先看看场上什么情况吧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守点，我比较喜欢打游击啊。这个箱子不要捡，捡了容易变。听说啊，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反正我每次捡都变。啊，我反正我也不需要捡。哎，你是新添加进来的吗？他在呱唧。嘘，别说话。哎，不要说话。你用心听吗？不要说话。我就喜欢这种造福人类的这种呱唧的啊。说你打爆破挂机不合适，你打生化挂机我老喜欢了。哎哎哎，怎么每次都是一眨眼就一堆人了？我去，又要出事了啊！又要出事了，这还真治不了，主要是，这还真治不了，人太多了，就人太多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分数已经是1000分了。我只知道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，嘿嘿嘿，我来了，我。这个经常听粉丝们说我的声音特别好听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一直觉得我声音特别的啊，特别的猥琐啊，特别的这个傻缺啊，你们竟然觉得好听啊，可以看到你们这个对我的爱是深沉的呀。其实啊，我声音，其实我平时说话声音并不是啊，并不是这样啊，我平时说话声音呢，这个口音没有这么重，这个做视频嘛，讲究的是吐字清晰啊，讲究的是这个，至少让大家这个听明白、听清楚。所以说，我说话呢会啊着重一下，因为平时说话还是就这样。哎，舍友，你给我拿瓶饮料去。啊，看没有，就像这样说话。虽然说大家可能觉得差不多啊，当然了，刚才那句话也不是最正常的声音啊。我声音其实并不是大家平时看我解说这样这个那么猥琐的啊。那很多粉丝们说是有磁性啊，哎，反正你们喜欢就好了啊，我就是。啊，我这个声音就这样啊，我声音就这样，不错不错啊。没想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得这个自己没有注意到的这个啊，有些闪光点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是吧？比如说这个声音啊，既然你们觉得好听，那就好了，嘿嘿嘿 ，I'm very happy。但是呢，大家看一下我以前拍的视频，你就会发现我以前这个拍的声音跟这个现在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以前的这个解说是比较正经的啊，就跟这个雾迷阿春系列大家有没有看过啊，啊肯定都看过啊。雾迷阿春系列这个爆破这个解说的声音啊，跟我这个打生化这个解说声音还是不一样的，也有可能是实录和这个和这个后期配音的这个差别吧。我感觉拍爆破的这声音呢、啊、稍微比较正儿八经啊，比较正常一点的啊，跟这个打变异的声音呢、啊、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。那么大家呢也不妨来这个讨论区讨论一下，你觉得这个阿春的声音好听不好听？如果好听，好听在哪里啊？如果不好听为什么不好听啊？因为这个剧作的时候也给大家讲了，现在这个很多人粉丝啊看完视频以后不加评论，那有的时候我翻一翻我这个是做的视频啊，发现没有人评论，我觉得心里呢就觉得落空空的啊，就大家看完视频啊，这个动动手评论评论，这样也是显得咱们这个比较热闹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大家发这个评论我肯定会看的，然后当然肯定不能一一回复，但是也是这个有回复有这个需要回复就是觉得挺好的，这个可以回复一下的，我肯定也会回复给你们啊。所以说大家这个踊跃的这个发评论啊。啊，有时候看大家发这评论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啊，挺有意思的，有才啊，真是有才。那么这个反正我感觉现在的这个视频，我的这个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啊，视频点击量也是越来越高了，但是这个大家就是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看视频不评论，我觉得这一点不是很好啊。 Nice 刀了一个啊，所以说这里推荐大家啊，强烈不是推荐啊，就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够这个评论一下啊。你在挂机吗？哎，你别动，喂
那果然是在装挂机啊，幸好我有血清，不然就被他给啊，被他给这个，哎呀，被他给这个挖个坑给我弄下去啊。但是我们血清没有了啊。那现在就很多人啊，就是这个装挂机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装挂机以后，你一靠近它，你看这个应该是真挂机，看没有？这个应该是真挂机，呵呵，因为它刚加进来游戏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注意到它是浮空状态，看没有？它刚才脚底还是个浮空状态啊，这种的话应该是真挂机。哎，啊，直接各种爽翻天啊！这个一下子夯死不解释啊。如果它是先浮空状态，然后再掉下再落在地上，这种一般都是这个啊，新加入游戏的。一进游戏不是有一个界面让你就是选择是否全问你是否全屏嘛？在那个界面的时候，你其实是浮空的啊。这哥们儿退游戏了呀，这是觉得这个当僵尸日子不好过呀，直接退游戏了。哇，好多啊！哇，要出事了啊！要出事了，快跑！哎，有个雷啊！咣，捡个弹夹啊，可以变英雄了啊！变吧啊，变吧！哎，变吧，变吧，变吧！我现在已经不像原来那么的花样作死了，我感觉。是吧，长大了啊，成熟了，哎，不要那么调皮了，那咱们要做一个稳重的人啊，深沉的人。哎，他跑，我追着他跑啊，追着他跑。而且我以前刀僵尸呢，我以前刀僵尸的风格是什么呢？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再刀，比如说我看到这家伙红了，我才会考虑刀他。一般的话都是打死啊，或者是什么样的。现在我发现，我只要看到一个，我就想千帆榜，你想刀了他，就是打死他已经不能满足我这个内心的这个要求了啊、嗯。只有刀了他，这种感觉才是对的。但是这样也会造成一点问题，比如说容易作死啊，容易作死。有的情况下其实哎变母体了，有的情况下其实真的不适合刀的。比如说一群人追着你，那种情况下，如果你要认准一个刀，就是刚刀完一个，就是剩下的人肯定会把你干掉了，就不划算了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就发现这个越来越大胆了啊，这可能是一个进步吧。好，我们既然是母体，就让他们见识一下，哎，变异体的愤怒啊！这边好，不管他了啊，先去这边人多的地方。这个有三个人啊，这有三个人，哇！哇，你还挺狠，还追着我打。哇，你还追着我打，你还拿刀上来。哎呦，还有血清，可以。这个小屋子里有三个人，哎，有两个人啊，小比伯，你以为够不到你吗？哎，我就是够不到你，好吧，走了。那我们先来搞这个，一个盾过来，非常轻松嘛，是不是？哎 ，double Q 啊 ，double Q， 好的。哎，我这一当母体，那人类的末日就要来了。其实打最后这个没有必要全都给他们抓掉啊，因为你肯定就是如果不能全部抓掉的话，尽量多留几个啊，因为留的越少，他这个英雄的星级就越高，就越难对付啊。你留一个五个一星级的和一个五星级的，我认为前者比较好对付，那五星级的太狠毒了啊。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哎，含情脉脉的望着对方啊，含情脉脉的，我小时候一直读含情脉脉的。好，复活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快来找他算账了啊！哎，一个加速过来，哎呀，他给空中给我击落了啊！来，达人踢，哎，漂亮，达人踢就是干 ，double kill，triple kill，five kill，nice， 全部收掉啊！啊，最后一个不是我抓的。好了，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回合，那么本期视频呢也就接近尾声了啊！感谢大家的观看啊，然后看下最后一回合啊，拜托不要让我变母体啊，你只要不让我变母体，你怎么着都行，好不好啊？哎呀，真给我面子是吧？哎，没给我变母体，但是给我变了个小僵尸啊。那我们去抓人去啊，我们去抓人去。啊，这个分数还是可以的。妈了个鸡！哎，没有字幕。没字幕，哇靠，可以学英语了。学英语，这太狠了。你现在也别看，到时候一块看。哎呀，我室友下了一个疯狂的动物城啊。然后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吧。你别刀我大哥，哇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被刀了呢啊！还好这后面这小比伯拯救了我，哎，把我给打死了，不然我刚才真有可能被刀掉啊，因为他有血清嘛。我一看他有血清，当时我就慌了。我操，这不是啊？不是什么？哎，漂亮！我感觉好像不是疯狂动物城。怎么不是？肯定是啊！怎么可能不是？哇，这么多挂机的！哇，这么多挂机的！挂机的！你看一下就知道，疯狂动物城，那么多人发我图片，这看一眼就知道这个不是。我操！假的呀，这是。哎，后面怎么来人了？哎，又是你！哎，又是你！哎，就是你！就你这个想刀我的那个，你还有血清啊？给你抓掉，好。哎，我室友下疯狂动物城下错了啊！喜闻乐见，估计不是下错了，估计他就是假的吧？骗下载量的估计是。有什么？
啦啦啦啦，哎，好，直接给它敲掉啊！从天而降，他都没万万没想到，就这样被我敲掉了啊 ！Double kill， 爽啊！来，碎爆 kill， 哎，大哥给个面子好不好？还让我连刀三个就这么难吗？啊，哎呀，真是的啊！我还寻思好不容易最后一合了，让我在这个浪一会儿，这结果太不给我面子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就给大家这个带到这里的啊，没有机会变，应该是没有机会变这个什么了啊。好，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啊，下期再见。哎，等等，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机会。好，嘿嘿，那就等一会儿啊，那打完这一局啊，哎，就是你是不是？你还装挂机，看到没有？你还在装挂机，你看，就这原地踏步走啊，我也会，就这装挂机。我就看不惯这种装挂机的，不像话，欺骗人家感情，是不是？哎，上次我就看到一个在那装挂机的，我想都没想就上去拿刀上去了，然后一个加速过来，给我搞掉了。哎，怎么断线了啊？哎，别闹啊，都最后一回合了，可不可以好好玩耍？哎呀，完了啊！啊，算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了，因为估计一会儿就断了啊，一会儿就结束了啊。好，那么感谢大家观看本期。